就是到这个总统府到凯道面前，我们想要向总统府的人权咨询委员会做澄清。我们的抗争走到现在已经将近快一年了，我们院里反风车自救会的要求只是希望政府可以订定一个好的风机距离的相关规范。可是呢，我们从去年九月抗争到现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这个速度像牛一样缓慢。我们就具体要求总统府的人权咨询委员会，所谓的人权，他要具体落实他两公约人权的精神。我们在这边要求他不要因为审查会议的程序延后，然后把这种人权大步走的这个目标沦为一种口号。今天来到咱总理第二次来到咱总统府，就是咱的政府官员，要吃民主，阿不同在办，非常一直严重。所以讲，咱马总统的民意是安怎会这么低？就是咱政府马总统的政府，这官员多数拢是暗号财团收的。其实乡亲们每天都在惊恐。都在担心哪一天扇叶真的断了，砸到他们房子了。我不知道我们后面那些官员，我们的总统有没有待在院里。你知道那个风车靠近民居有多近吗？我曾经有一次从整个西部西滨公路下去，一直看那个风车的位置，很多地方都靠民居非常近的。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政府会纵容这些的公司不顾规范，在没有监管的底下任意妄为。然后当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命权去奋斗的时候，这个政府一直在扣帽子。希望我们向人权咨询委员会澄清，我们希望他可以立即的召开相关的会议，不要再延期延到十月份了。我们院里乡亲等不及了，我们希望人权咨询委员会在九月十五号之前可以立即召开相关风车制定的这个要点的会议，不要再让政府牛步下去，然后让我们院里的乡亲继续辛苦。啊，你看这么多警察啦，那个从前面数过来哦，数到总统府那边大概四五台那个警车啦哦。我们很高兴说警察哦来关心我们院里的这件事情，然后也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哦。好，谢谢。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只有警察来关心啊。今天来总统府，既然这么多警察都知道这个讯息，为什么总统府就不知道呢？总统府是不是应该派人来关心，派人来了解我们院里乡民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很简单嘛，就是安全距离。你今天当一个执政者，你应该知道我们人民要的什么。我们人民要的就是安居乐业嘛，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生活空间嘛。所以今天定一个风机的安全距离有这么困难吗？有这么需要要派这么多大批的警力来把这些人民包围住？我今天总统府应该派官员来拥抱这些人民啊！从去年九月开始，院里反风车抗争已经快一年了，风车的距离规范却迟迟没有制定，人权会因此要求经济部能源局召开实质听证会听取民意，但是院里的乡亲看到我们的政府就像牛一样吹五次才走一步，我们的政府像牛一样，所以乡亲现在要像以牛的象征来象征我们政府，就像是牛步政府，不管院里居民怎么样的受苦，院里居民怎么样在现场抗争，可是推动政策的速度却跟牛一样的缓慢。民政透明，民众参与，民众